我的天哪，大冬天的喊我去水库里捞鱼。水库渔网都准备好了。你这个小网能干啥？他那水库里都是十几斤的鱼啊。这个虫子是干啥的？打窝的吗？还有朋友问我老鼠抓的怎么样了，我给你们看看啊。这个三鼠板放了一个星期了，一直没抓到。看看，不是吗？还没抓到，这不是？哦，这两只。啊，这个车库缝隙太小了，抓不住大的，只能抓小的。把鱼咬紧，快点，不管老鼠了。看看有田螺了、泥鳅了，再抓上一盘。Let's go。再给建哥喊上一个美女，喊上一个厨师。来了来了，美女跟厨师来了。他俩呀、他俩比我还能吃。哎，燕子，你咋变样了？咋的？你有意见啊？不是抓鱼吗？那里面有鱼啊？这个不是。走啊，抓只鸡吃去。你发现这有啥特点了吗？啥特点？这满山遍野都是光棍鸡。走，得抓鸡去了。刚才我听着最少有100只鸡骂你。接着抓鱼去，换上装备开始捞鱼去。看看这里面有没有。找啥呢？那有田萝卜。再加一盘菜啊。田螺没找到，弄了一裤子苍蝇。我的天，啥有吗？有。你看到没？里面还有个小鱼了。小鲫鱼是吧？是个小鲫鱼吧。哎呀，有你看还有螃蟹。哎，那是个螃蟹。哎，有个小螃蟹啊。哎呦，在这个笼子里多了。啥呀？虾。这个虾不小啊。哎，他还想下去捞鱼，你下去。我不敢，太碎了。这三个人加起来都100岁了，还跟小孩似的。哎，鱼呢？一会儿又来。怎么了，建哥？又摸鱼又抓虾的，饿得有点心慌。你干啥了？人家两位大厨在那干活，你在这饿得还不轻哈？这个锅里炖的鸡，那个锅马上炖鱼。哟，大厨！哎呀，在外边吃啊？来，外边晒着多暖和。开饭了，看炖的这个鸡，啊，这个鱼也不错。好吃吧？这个走地鸡就是好吃啊。你别拍了，整天都说我吃。你不是说农村就这个生活吧？嗯。行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我们要开饭了，好了，拜拜了。你